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朋友，我朱和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第一次出席中意文化外交和我们两国这个创意产业大会。我觉得我们这个会开的恰逢其时。我在这里想起来 ，Gracias， 我特别尊敬的一位古罗马诗人的话，他就是中世纪最后一个伟大诗人，也是新时代第一个伟大诗人。维吉尔的话，维吉尔说过，说还有什么东西？比读书和写作更愉快吗？没有，最好的事儿就是读书和写作了，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说，读书、写作可以使我们有效地利用所有的时间。过去的时间、今天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我觉得我们这个中意文化外交和创意产业大会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利用过去、现在和将来时间的这么一个大会。首先，我们两国文化交流数千年了，我们应援是也不能忘记但丁的另外一句话，就是爱啊是相互的，我们中意两国人民相互喜欢，你看古代就相互喜欢，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创造发明的造纸技术传给罗马，而罗马人呢，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你们的先人呢，又把自己的数学方面、物理学方面、化学方面的一些创造成果传给了中国，甚至还把你们从北非向埃及那儿得到的一些雕刻技术、杂技艺术传给了中国人。现在中国的杂技啊、魔术啊，那么漂亮，那不是也是要感谢意大利人民过去给我们传授的他们从外边学来的一些知识，还有芭蕾舞。上个礼拜在北京我刚观看了意大利芭蕾演员的出色的表演。Voi avete la, scusate, avete la traduzione? No, si è interrotta la traduzione?Cambiato canale, lo me lo dovete dire perché sennò. Pardon me, Mr. President, they change canale 2. Grazie. Ok, sorry. 从那儿我也想到，全世界的人民能够欣赏到芭蕾这么高雅的艺术，就得感谢意大利，感谢意大利人民在中世纪之前就首先。有你们的餐厅的服务员发明了芭蕾舞这种舞蹈形式，因为当时的意大利的服务员就非常有浪漫主义情怀，他每个客人上菜的时候就用脚尖走路，有好看上的菜有好吃，所以后来芭蕾舞艺术史上就把芭蕾定名为脚趾站在五线谱上的艺术。所以我们谈文化交流就得要想到意大利人民与世界文明、与世界文化事业、艺术事业的技术贡献。科学就是生产力啊，意大利就出现了为世界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许许多多的
你像1954年，英国是诞生了一个莎士比亚那个，可是意大利呢，诞生了一个大科学家叫伽利略，他为了科学事业受了苦，但是还得坚持努力。后来有共有一个布鲁诺，为了科学，他得罪了教廷，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意大利，应该感到骄傲的，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也有这样许多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两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交流，对我们两国特别重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特别重要。所以这次来太高兴了。 顺便说一说，这次来还碰到那么多好朋友，好多人可能不知道我的朋友多好。比如说，在今天在下面坐的，有一位我的老朋友，特好的朋友，他在1994年和95年曾经担任意大利共和国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 特命全权代表就是夫妻大使阁下，我希望大家认识认识我的老朋友夫妻大使。安理会大家知道，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在白天黑的工作者，有好多事情达不成协议，大家吵来吵去怎么办呢？那两年。 我和夫妻大使在一块儿，我是中国大使，他是意大利大使。他出了个主意，吵架的时候，不要吵个没完没了，也不要说睡觉也顾不上，就光在那吵架辩论。该休息，该喝意大利咖啡的时候，咱们就喝意大利咖啡。他出了个主意特别好，我就给他定名为夫妻共事、夫妻方面了。 这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我记得第一个用意大利外交官的名字命名的工作方式，夫妻共识，夫妻方面的。这要意大利人民对联合国这个二战之后诞生在建立在二战废墟上的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那里我们两个合作的很好。 我也做过一点贡献，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我发现，不像咱们联合国那么多外交官，不像咱们意大利人干事儿那么认真，好多外交官开会迟到，所以我就建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外边的咖啡厅里设一个闹钟，到了时间闹钟就响。后来在意大利外交官和其他国家外交官支持下，把这个闹钟建起来了，而且用我的名字。 来命名叫李贝尔，所以我和意大利朋友在联合国合作的不仅有效，而且很快乐。我还有一个朋友，大家希望我希望大家都要知道他的发明创造，那就是我们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前市长。 我们意大利这么一个文化强国的文化部前部长，现在坐在我们这儿的主持会议的主席鲁台里先生，我的好朋友。他干了什么好事呢？好多意大利人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当罗马市长的时候，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主要内容是。 任何一个意大利公民，罗马市民家里生一个小孩，市政府市长必须为这个新诞生的孩子栽一棵树。我觉得这特别先进，特别是最近我们中国的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号召我们要多栽树，要绿化家园，绿化祖国。他只是。 我们中国人要保护好。
没有存绿色，我又想起这个鲁台里老鲁台里法，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不是认真执行了，我觉得应该认真执行。没收一个小孩栽棵树，后来又加以补充，没有收养一个孩子，也要栽棵树，而且是领导管领导管养去栽，适当栽，这太对了，非常先进。所以这么一些先进经验，我们应该相互分享。 也应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中有求的人民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会啊，太重要了，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学习机会。所以你看，我们来的人特别多。说到这个鲁台里法栽树的问题，我又想起来，你看今天我们来参加会的有我们的大使。 他姓什么呢？和我一样姓李，这个李和绿化有关系。意大利现在全国的绿化率特别先进，比中国高多了。绿，去年统计，意大利的绿化率31%以上，值得我们学习。那么我们姓李的呢，更应该好好学习了，因为我们从3000年前就有对树木的崇拜。 我们觉得世界上树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姓啊就定为木头或者树林的儿子。我们的大使也是树林的儿子之一，我们把他派到意大利来代表我们国家，多好！所以这就是我想起了我两个朋友，韩勇。 我们好多好的传统都可以继续发扬，我们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个倡议，就建设新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的丝绸之路。那么我们的传统，好的东西都要发扬。从陆地上讲，公元前139年，我们有个外交官，他的级别。 比我们这个总领事，这位女士，王东东女士，还要高半级，她叫，甚至一级，她叫张倩，她当时就离开中国首都来了，但是很可惜，她没到过米兰，但是她的后人，公元73年诞生的一个另外一个外交家，班超，他厉害了，他到过意大利。 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文化交流、新的文化产业、经验的交流做了贡献。那么，意大利方面也特别爱学习。你们到中国去访问的古代那些人，一个个的普通话讲的比我还好，听说我没见过他们。比如说马可波罗啦，比如说利玛窦啦。 他们先学习汉语，汉语特别难学，相当于你们的拉丁文，比较难学。但是他们都会说，说在中国有的还当了高级领导干部，当了大学者，有的还给中国的皇帝上课。所以我们两国的好的文化交流传统，我们应该发扬。现在我们又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主题。 我们两国人民都要求过上更好的生活，世界人民都希望过得也共平安、共好。所以，我们这个大会就要朝着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来努力。凡是对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有好的事儿，咱们就多干。有好有意思的产业。 我们就多创造，太好了！像这个米兰世博会，我们中国政府就是高度重视，我们觉得对人民有好处，因为我们习近平主席的一个重要号召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说我们来参加世博会也好，我们来开这个两国这个文化创意交流这个会也好，都是为了。
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不断得到满足来开展，所以我相信有这样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做铺垫，有我们两国人民自从1997年建交以来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支持，有我们两国人民不管在外交、政治、文化、艺术方面的共同利益，我们的合作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我们今天的会也一定会开得成功，而且充满欢乐。Gracias，谢谢。